是主妇日常 Part Two， 泡热水。主妇日常到这结束。喝浓汤哦。饮食行动应该是泡菜锅，可是它没有亮亮的。我好像蛮聪明的。Hello， 你知道为什么刚刚门打不开吗？我们昨天没有拔钥匙。真假的？我喜欢右边的。好紧张哦，靠腰。哎，那男的很帅。他可能是同。The rest of the day， 好酷哦。哎，他讲太快了。Claire and Emily。Hi。Yes. Cool. How old are you? 17. Oh, cool. I'm 15.我刚刚超想睡的。你要吃香蕉吗？要，个苹果。那化学老师很照顾我。我靠！我没有。不是胶水的位置，不是你叫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们还有什么？我只是怕我用错了。你们有 XY？ 我只是怕我用错了。这里的鸡蛋。演输的，然后被先拿十个小时，简单，十个分钟，十个分钟。好久没有冷到牙齿上抖、哦。现在这个就要这样帮我挡风。赶快先剪掉。他如果真的剪掉，你不会良心不会痛吗？不会啊，我刚真的变帅。车上有多帅？变单身。Fresh meat mask again. Yes. Yeah. 我不会开门，而且有一种狐臭。
应该不是我的，我没有。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关这个水，因为他每次都好。She speak Mandarin. I shut your mouth, man. 哦，看，就是邓布利多的最长啊，爱奇艺呀，真的吗？这个作品的名字叫《雀人》，西巴瑞，呀西巴呀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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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